开车过来的？对，从哪里啊？我嘉兴。嘉兴对吧？海马三百是吧？对。这里一二三有三块啊，你试戴一下，浪琴三级了。对啊，可以的。这个是名将嘛？嗯。啊，这个是浪琴最经典的名将系列。白的让我试一下。可以。白的来吧。白的也还可以对吧？黑的也可以试一下，反正欧米茄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海马三百，就这个，而且是主流的，黑的也还可以，选择困难了，对吧？对，等于说一个年份近一点是吧？白的是稍微近一点吧，这个应该是二一的吧，然后这个是二二年的，钢的会稍微贵一点。钢的我嫌太重，我在专柜里试过一次。那就直接胶带里面选对吧？对对对，我就胶带里面选。其实白的戴起来还是蛮清爽的啊。白的对吧？本来是斩钉截铁的想要海马三百黑胶啊，我结果发现白的更好看，但是我个人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就这白的吧，那就给你拿盒子了，拿吧，好吧，白的吧。附件给你找到了，大哥看一下啊，2021年9月6号的表，欧米茄海马三百是有三张保修卡的，序列号是在手表7点钟的位置反面啊，在这里手表唯一的序列号，跟保修卡上面你对一下。还有这个盒子嘛，还有说明书嘛，说明书是放在这个位置的啊。下一步调个时间，嗯，好吧，你来操作一下，往上拧，跳出来了对吧？先给它上点动力，往上上20圈，然后再拔开一档，往下调日历，6刻度上方日历窗口它会动的，加快。今天是28号，我们调到27号停一下，然后再拔开一档，最后一档了，往下。通过调时间跳到28号，加快，现在要顺跳了，跳到28了，但是现在凌晨时间还要转一圈过时啊。下午3点54分，然后往里往上给它锁紧锁回去啊，拧紧就好了啊。欧米茄专业级别的潜水表，所以它有一个计时圈，这个外陶瓷圈就是用于机械计时的。计时是怎么玩的啊？陶瓷圈上面有个三角标，把三角标对准这根分针，然后你潜水的时候，如果分针跑到外陶瓷圈的10的位置，就是10分钟过去了，这就是机械计时，对吧？这个计时圈它只能逆时针方向旋转的，它不能顺时针的，只有一个方向。这个就是排气阀，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，这个给它要排气的啊。直接上手吗？上手啊！幸亏过来试戴了一下，本来是想买黑的，对吧？对，来看一下。恭喜来自浙江嘉善的大哥喜提欧米茄海马三百啊，从这个浪琴名将直接升级啊。这个表是什么时候的？去年的。那也刚买的嘛。一年吧，应该一年有了。啊，应该一年左右。那你这个准备是换着戴还是？出掉也行，这能值多少钱？我给你查一下啊，反正浪琴都是不保值的，吧？哦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这个回收登记先给你登记好。嗯，可以。好吧。然后再给你开销售单，好吧？身份证带了吧？电子的行吗？可以的，单子跟保卡一起放这个位置啊。嗯。油卡跟煤卡，这个表要差几千块钱啊。这个盒子也别丢啊。欧米茄它这个实木盒，你买也得要1000多了，这个也是钱。反正还有一个储藏格嘛，这个你反正买过知道的，对吧？下面，对，收到了，流程就走好了啊。谢谢。感谢来自嘉兴的大哥支持啊。那我先撤了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慢走啊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